欸，那你们感受到什么问题啊？大家都在乱吐痰。哦，然后乱乱插队，随地大小便。然后他们还会吃饭吃太久，讲话太大声。还有些是那个日本的饭店都不能当人。然后有一些推挤，然后有山上的地方，然后他们就践踏草木，或者在上面拍照，然后还在海边捡走我们的石头，然后还会随便摸鱼，随便亲亲的光头，亲亲的。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今天来到的是自由广场。自由广场，你们来自由广场要干嘛？不要观察到陆客，陆客。那目前的情况看来怎么样？好像没有什么人，很不妙耶。怎么样？很不妙。因为都没有人，我们大概要等到两点半才能回家了。我们是选错时间了。对呀、啊。选错时间了吗？那你们觉得应该怎么解决？每个人发现跟观察看到的发，大陆真的我们做这些小动作，对，就是新闻上播的，就是真的有存在的，而且很频繁。他们不要贴那个要贴观光景点的照片，但是贴的是他们丢过垃圾，或是刻过字，或是摸过，这样很危险的。啊，那个照片是我们台湾的景点被践踏的照片，而不是台湾景点美丽的照片。对，那个已经拍到美丽了，然后我们就拍那个。对对。哦，对比，哎、欸，这个很好哎、欸，这个想法很好。好，那大陆会在破坏台湾环境，那我们自己的台湾，还有其他国人来，其他国家的观光客有时候也会破坏台湾。对，这是大陆人而已啊，不可以只针对大陆人。所以不能只针对大陆人，那我们要怎么针对？所以我们等于说对象要变成是怎么样？对象变成是就是全游客、旅客，就是有来台湾的旅客，还有在台湾的台湾旅客。在明信片的右下角有一个九个字的标语，我们爱地球，爱资源，爱环保。我们会因为要设计这九个字的标语，是因为我们地球只有一个，所以我们希望，身为一个旅客，就应该不要破坏他到那个国家，他到那个国家的就是品质。寄信给家安的信箱。哦，那你们内容大概是怎么样？我们跟他讲说，我们参加 DSC 的活动，然后跟他讲 DSC 是什么，然后我们希望他们能帮忙我们发送环保明信片。所以你现在在寄信给他们。对。环保明信片，然后我们希望台台的观光客可以不要破坏。然后这张明信片的正面是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，背面是国家音乐厅，然后我们的标题是爱地球，爱资源，爱乞丐。帮我们留意一下他们拿到的感受，还有就是有没有拿到，有没有改进，然后有什么对我们这个使用有什么变化。好，那我们就日出行动成功，耶、yeah! ！那个蓝小姐的态度对我们很温柔、亲切，对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下次去拜访旅行社的时候，应该也要像他态度一样。好，到他们的回应真的是太棒了。就是还蛮成功的，就是他们好像也很乐意帮我们。你们现在进行到的是什么样的阶段呢？要发那个环保明信片，发不到呗。好，那请问你们打算怎么进行？那个就发给观光客，然后问他们一些问题，然后介绍这个明信片的功能。然后介绍我们的标语，介绍明信片的含义，就是我们整个行动的含义。对，那我们的我们做这件事，我们主要是希望大家怎么样？爱地球，爱环保。对，所以大家受到污染。然后呢，我们台湾常常有观光客乱丢烟蒂或是乱丢垃圾，所以我们的主题主要是关于环保。然后我们的标语是爱地球，爱资源，爱环保。好，然后这个明信片是什么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最后，然后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国家。如果再就是丢垃圾，然后就会变得。对，毕竟大多数的游客还没有，因为这个环保毕竟是世界自然的，是的，我们都是从我们做起，对，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做起，就是在一个公共秩序，是一些保护环境，好，谢谢。